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3月5号，星期四，农历是2月12号。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师傅你好。你好，嗯，跳不出来，刚刚。可以看啊，92年猴子女的，先看他的莲花，12380。12380啊。对。92年的猴子。12380。12380。嗯，还在啊，还在上面。还在啊。嗯。它颜色好吗？莲花的颜色。嗯，一般。白色，一般呐、啊，一般的颜色是，一般呐、啊，哦、嗯，粉红色。叫他要，粉红色，叫他要，功德做了不少，叫他不要乱讲话呀、啊。哦，好好，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功德。对呀、啊，乱讲话不是没用了，嗯。哦，好明白。但是傅他的业障比例是多少呢？业障比例啊，嗯。是。几几年的？属什么的？啊、92年的猴子，你的。21呀、啊。我是有啊，不错，但是他身上，但是他身上有灵性了，嗯。哦，他身上有灵性啊，嗯，是不是因为有人梦到他，看见一个人掉了钱，然后他把钱捡起来，追着那个人下电梯，结果发现那个人是没有头的，所以是不是惹了灵性、这个还不知道啊，怎么没头的嘛就是鬼呀、啊，嗯。是是是。他是灵性的呀，嗯。哦，像师傅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放生多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嗯，对，放生多少？他要放生最好600条鱼，嗯。600条鱼好。嗯。然后小房子呢？小房子要63张，嗯。63啊，正好。师傅他有梦到您对他说只能保他5年而已，这是什么意思、啊？保他5年的寿命啊。他现在几岁啊？嗯，他现在是28岁。哎呦，那就是33岁关着就要有一个关要走人嘞。哦，这样子做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要当心啦，要当心啦，肯定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啦。学佛人如果邪淫太厉害，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他的护法神，你拜过佛之后，他的护法神看见他这种做那种烂事，穿的那种样子跟男人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业障，他护法神他管起来很严格的，你听得懂吗？哦，尤其是已经单身的，对呀、啊，单身的话，很多男人们、女人们就是因为单身才乱搞啊。明白。单身了，单身嘛才方便呐、啊。嗯，好。要当心的、啊，这个事情不能玩的，要玩掉命的。你听不懂啊？听得懂，听得懂。啊，感恩师傅，师傅可以看一位亡人吗？叫柯叶文，柯、是一个木一个可，叶、飞的叶，文是中文的文，文化的文，柯叶文。男的，女的？男的，今年2月亡孙，亡孙只有19岁。哎呦，他小房子已经念了250张，放生了12000条鱼。哎呦，他很不好。他在哪里呢？嗯，他是突然亡孙的。对呀、带走的呀，阿修罗。是是是，阿修罗现在关在阿修罗的监狱里呀、哇，阿修罗的监狱。师傅他要多少张小房子还能往上推呢？推不上去了，能够不关在监狱里已经蛮好了。哦。嗯，还推呢。像，他需要再给他念多少呢？给他念呐、给他念礼佛大忏悔文。多少遍呢？要念很多。要念很多。嗯，礼佛大忏悔文念108遍，先第一个108遍。推不上去的，你帮他念经的人要当心啊，会帮他背业的。他是被阿修罗的人，那个天兵天将把他带上去的。哦，好。所以他是等于说走就走，出车祸这种走掉。明白。师傅，他第一波的礼佛是108遍，然后接下来呢？念呀、啊，礼佛嘛，你就
你就让他许愿才能念得多，不许愿念不多的呀。哦、oh, okay, 你就叫他49章一波一波许啊。明白明白、嗯、明白。嗯，师傅可以看一朵莲花吗？23983，2017年新加坡拜师的。23983。983。啊，这朵莲花还可以。它什么颜色呢？是一个女的。对对对对对对，嗯，瘦瘦的，瘦瘦，对对对，也是做了很多功德。嗯，他很好，他莲花在天上。白色吗？白色的。哇，嗯、师傅，他是85年的牛，他业障比例是多少呢？好了，不能再问了。嗯。好，明白。好。好吧。可以看他业障比例、啊，是的，正好感恩师傅啊。85年的牛啊。业障比例、啊、对，他的业障比例就是这朵莲花23983、嗯、啊，那业障比例，业障还是蛮重的，28，嗯，28，好，谢谢感恩师傅，师傅保重，他们的业障自己背，不要师傅背，感恩，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师傅，喂，哎，你好师傅，给师傅请啊，哎，嗯，哎。你好，师傅。请讲。我想问一个67年属羊的女的，想看一下图腾颜色。67年属什么？属羊。六七年属羊，女的。啊，想看什么讲吧？想看图腾颜色。偏深的。嗯。偏深的。嗯。哦，黑色。灰色那些，对，就是稍微深一点，稍微深一点，就是不要全白的，不要全白的就可以了。嗯。哦哦哦，好的好的。那个有、嗯、身上有没有什么灵性啊？有啊，腰上，他的腰不好。嗯。哎，对。嗯，还有啦，他泌尿系统也不好，小便多晚上。哦。小便多晚上。尿频尿急、哎，嗯，那个没有啊，那个没有，我一觉睡到天都，哎，就是晚上不起来的。那你当心点了，很快就来了。哦，我帮你看到的东西，你记住了。哦、很多人说，当时说没有，过一会儿就来了。哦，嗯，好，当心了，当心你的肾脏，不要吃的太咸，明白了吗？哦、好的，好的。我讲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你睡觉你可以说你可以睡到大天上，但是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自己天冷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是不是小便多，或者你吃了很多的喝了一些水了马上就想去小便，实际上像这种都是肾脏，就是腰子肾脏不好的缘故，明白了吗？好，明白。你自己要当心了，你的腰不好，我看你的左腰偏下，腰椎都有点突出啊。嗯。哎，对，这个是的，这个是的。还有啊，还有腰椎突出的要睡硬板床，硬一点。哦。还有颈椎，你的颈椎也不好啊，弯得很厉害。哎，对对对，颈椎也不好，对的对的。而且你掉头发呀，哎，对对对。对对对。你碰到什么事情都会想不停，你的左脑用的太多了，左脑啊。哎，对。哎，不平衡。好好的改毛病了，你要听师父的话，多念心经。嗯。哎，知道，好的，好吧，好的，你要经常。功课应该怎么做啊？功课你就心经念49遍，大悲咒念27遍，礼佛念3遍。27遍，嘿。好吧。还有什么？礼佛念3遍。哦，好的。往生咒念49遍。49遍，好。好吧，你还有要注意，你还要念一个圣无量寿。圣无量寿。啊，决定光明王陀罗尼。嗯，这个经文对你很重要。嗯嗯，这无量寿那个要念多少遍？你知道吗？师父好像，师父看到你呀、啊，你的命啊，本来你的命啊，自己就是说为了你，为了帮助某一个人，你被折寿过，你知道吗？你家里有没有谁
比方说你的长辈要过世的时候啊，你情愿说我折自己的寿给妈妈啦，或者给外婆啦、外公啊，长辈有没有过啦？这个没有，哎，我出生前他们都走了。嗯，你有没有哪一个人走的时候你在边上哭得很伤心呢？你脑子里动过这种意念的？我除了爸爸妈妈以外没有。那你爸爸妈妈走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给他们把他们留下来情愿折自己点寿有不啦？可能有。你不要跟我讲了，你过两天你就会想起来了。你自己我因为看得很清楚，你已经被折掉寿了呀。这个用不着跟我讲的呀，肯定的呀。事实就是你现在折寿了呀，你自己为什么我叫你念圣无量寿你还不知道啊？明白明白。保佑保佑自己吧，你记住了，你以后要走的话有两个地方不好的，一个是咽喉癌。嗯。哦。啊。是。听得懂吗？还有心脏啊，心脏不好啊，你家族性有心脏病的家里人。哎，对对对对对对，是的，讲都不要讲了。好啦，乖一点啦，好好听师父话啦。嗯。对对，师父，我一定跟你好好学。那我每天会保佑你要念。嗯。我身上那个灵性要念多少小房子啊？身上这个灵性啊，念蛮多的，67章。嗯。67章是给我打胎的孩子吗？对呀、啊，嗯，给他念吧，赶快给他念，好吧？嗯，好了好了，嗯。哦，师傅，再帮我看一个亡人好不好？讲啊讲啊。13年走的，他姓瞿，瞿秋白的瞿。啊。3点水一个女字，男女的女，鲁。啊，香是一个马字撇，马，礼浪的浪，一个马字边来的一个浪字。啊啊，知道了。瞿鲁香。男的女的？女的。男的男的。男的。男的怎么请取取那个鲁字的？鲁嘛一般。鲁是3点水。我知道，一般嘛都是女士用的呀。瞿鲁香。嗯，瞿鲁香男的。哦，他不行啊，他什么时候过世的？2013年。哎呦，他怎么这么多年还在地府啊？嗯，哎，他说，哎呦，他说要等一个人哦，一起上天。他说，哎呦，等谁啊？还有谁啊？他老婆还活着不啦？我妈妈还在。好了，你说等谁啦？还不知道啊，等谁啊？我应该怎么帮他念小房子呢？赶快先帮他超度掉，不超度掉嘛，你妈妈就是是会走了快了呀。是是是的，你妈妈身体一直不好的，还不懂啊？对对对对，那就是他等你妈妈的原因啊，脑子都没有了，嗯，还等谁呢？明白了吗？等谁呀、啊？他不会等我吧？你要去啊？等你啊？你问他等谁？等我妈还是等我啊？你有病哦你、啊！哎，好了好了，别再跟我搞了，我不会问他这种问题。好好，谢谢师傅，谢谢。好好改毛病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好了，再见了。好。再见，再见。感恩师傅，祝师傅法体安康、嗯。再见，拜拜。喂，你好，你好，你好，喂。喂。你好，你好。喂，师傅好。啊。嗯，师傅，那个，想那个看一个亡人。赶快讲啊。叫李成祥，姓李，然后成就是一个口字旁，下面一个王，祥是祥和的祥。成是口字旁一个什么？下面一个王就是啊，成呈现的成，对成，对李成祥啊，吉祥的祥啊，对，男的女的？男的。想问他在哪里是吧？对。几几年走的？好像是12年。
再吹他一把吧。嗯。八十。多少张？79张吧。好。79张可以上天了。谢谢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挺好的，好吧。嗯，感恩师傅。好了，还有什么？现在是在阿修罗还是？阿修罗很高的地方，嗯。嗯，好，就我妈妈之前有梦到过说，嗯，她在跟着师傅，就是帮着师傅护法是那样的。对呀、啊。阿修罗的话嘛、嗯，最容易做护法了呀。嗯嗯，明白了吗？嗯嗯。然后师傅想再问一下，莲花号码是2号。2号啊，这么浅啊？对对。混进来的吧？嗯、男的女的？女的。2号啊。啊，是。嗯。应该是悉尼的。2号。莲花还在啊，嗯嗯，莲花还在，他已经经过一次考验了，你去问他好了，他经过一次考验， 嗯, 嗯，就是说有过一次劫了，就是因为他有莲花菩萨还保佑他，但是他有一些些就是说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啊，听得懂吗？嗯嗯，好了，那是不是要忏悔？要念礼佛，要念礼佛36遍。嗯，谢谢师傅。好了。嗯，师傅能再问一个莲花吗？讲啊，快点啦。10978。10978。10978，男的女的？女的。10978。10978。那莲花不好哎，颜色不好，要掉下来快。哦。嗯，要掉下来快。他好像吃过菜肉边菜了，好像吃东西不干净啊。嗯嗯，那要怎么忏悔啊师傅？忏悔啊，忏悔，忏悔念，如果已经直接影响到莲花，就说明这个事情已经蛮严重了，叫他念49遍礼佛吧。嗯，好吧。好，是不是他就是情绪经常特别不稳定？对呀、啊、他的腰也不好啊，他腰痛啊。嗯，肩膀痛腰痛，他情绪能好不啦？嗯，他急啊，急得不得了啊。对对对，什么事情都着急。对，一个女人本来属阴的，这么着急的话，她的神识就会混乱，精神上的神识就会混乱、嗯、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嗯，好吗？好，好，谢谢师傅。嗯嗯，那就这样。嗯，好，自己让自己背，感恩师傅。嗯，感恩菩萨，感恩。嗯，好，最后再看一个吧，好吧。嗯，喂，你好。喂，喂，请讲，快点，快点，请讲。哎，师傅你好。请讲，请讲。嗯。您师傅上好。嗯。喂，师傅，请听见吗？请讲，快点，快点。嗯。给师傅请安。嗯。我们自己的业自己背。嗯。请师傅。看一个71年属猪的，今年有没有结？他今年49岁。71年属猪，女的男的？男的。啊，有结，哎呦。啊。他约在几月份呢？他已经有过一次了，不开心，很不开心。是是是。倒霉了。去年。啊、去年年底快、嗯、年底快的时候。嗯，今年那今年要特别当心，年终啊，年终要特别当心，他脾气比较倔啊，是是是、啊，做人嘛比较爽气，但是呢容易受人家骗，听不懂啊？嗯、哎，对对对，师傅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是这样啊，嗯，啊，一看嘛，那得多少张小房子化他这个劫呢？小房子蛮多的，要120张。哦，放生呢，师傅？放生2000条。嗯，姐姐咒，姐姐咒呢？姐姐咒要姐姐咒每天要念，嗯、要念至少59遍。嗯、好好好，师傅，你叫他不要，你叫他老实一点呐，在男女色相方面叫他老实一点呐。嗯，好的好的，否则的话有牢狱之灾呀、啊，今年。哦，感恩师傅，听得懂吗？我让听录音啊，你跟他说了，你要是乱碰女人的话，你就牢狱之灾，你准备进监狱吧，要倒霉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您懂吗？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好吧。嗯，感恩师傅。嗯，请师傅看一下，我家里现在到处响，然后睡觉也没法睡，佛台上的花都蔫了。知道了，看到了，来了一个灵性蛮厉害的，像地府的官老爷一样，戴的那个帽子像诸葛亮的。嗯。啊、嗯哎。那是肯定是你们家的祖宗啊。嗯。师傅，我们家地基没问题吧？念了好多了，就想得更厉害了。嗯，我还梦到一屋子的黑衣人。没走呀，没走呀，这还不懂啊？带来了。地基啊，地基啊，我看一下啊，哎呦，左面。嗯。哎呦，你们家的面对着你们家大门的左边有坟堆。好像是，我看着远处那个山坡上好像是坟堆，但我没进去看过。是啊，我觉得就越念越多，越念多。对呀、啊，这个家里24小时放大悲咒啊。哦，放着呢。好吧，还有多贴给他念多贴点山水画呀。哦，好吧。好的。嗯，好的，念多少张小房子，师傅？这个房子里的要经者。你先给他念98张吧，真的很多。好的。黑衣人全部都是灵性。嗯，感恩师傅。师傅，我打胎的孩子走了没有啊？你几几年属什么的？我是73年属牛的。73年属牛的。嗯。73年属牛的。73年的牛。啊，你现在蛮胖的嘛，肚子也蛮大。嗯。是不是他吃对了？你现在没了，灵性没了，打胎孩子走掉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啊。嗯，麻烦师傅。你可再看看这个93年属鸡的一个女的，她老是谈这个婚姻，谈一个吹一个，她婚姻是不是？她有没有姻缘啊？93年属鸡的女的。嗯。哦，她个性太强了，像男孩子一样。她还有姻缘吗，师傅？她怎么谈一个吹一个呢？谈一个吹一个，你不看看她性格的？她愿意跟人家多讲话的，哦、讲出来话不是蹭人，就是讽刺别人。像他这种得多念心经是吧？是吧？对呀、啊，多念大吉祥天女神咒呀。哦，明白了吗？哦、好的，师傅。嗯，好的，师傅。他不大愿意看人的，你看这个男孩子，那谈恋爱他都不愿意看人家的，又不愿意理人家。这个师傅，你说太对了。师傅，谢谢。嗯，高不成低不就的这孩子，你看看他呢，他听师傅的白话佛法，他特别开心呢。嗯。嗯，师傅、嗯，那个。他最近的姻缘大约是什么时间了？不知道，你自己找人算命去吧、哦，不要来跟我讲。好好念经啦、啊。感恩师傅。好了。好，让他好好念经。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我们自己的业自己背。感恩师傅。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